有我所不乐意的，在天堂里，我不愿意去；有我所不乐意的，在地狱里，我不愿意去；有我所不乐意的，在你们的世界里，我不愿意去。 那你为什么来眷恋这个世界？我只愿蓬勃生活在此时此刻，无所谓去哪，无所谓见谁。那些我将要去的地方，都是我从未谋面的故乡；那些我将要见的人，都会成为我的朋友。 所求，我只想有个安静的环境写写东西。以前是一切，不是现在。你就没有好好听过我说一次？我不能选择怎么生，怎么死，但我能决定怎么爱，怎么活。这是我要的自由，我的黄金时代。